二次请就位。晨哥，晨哥，我肩宽四十啊。好，我记住了。给你一些参考。啥呀？哇，这天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也太难了。我听见他说太难了。真的吗？太难了，这么小，我觉得是个很大的。我这，这个我怎么搞啊？这么大吗？哦，这么大，四十，大概50、52。我记得。你比的是你手指尖的距离吗？对。哇，这么多！你已经变了啊？变了吗？变了。啊，你背后没事吗？着火了。我给你着火了。这没有用，其实你要靠感觉。这手肯定在变，哎，这不就变了吗？我已经感觉到它变了。大概多久？这样，这样这么长是吧？嗯。有这么宽吗？有，它一下宽多了。没有这么宽吧？有这么宽吗？没有。来了，柴哥。这么快，哇，这么快就套上了。70，那等一下我没定。70，65。对，他的肩是40。那我觉得70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感觉在70左右。72。72吧。72。好，请裁判把蓝队的物品拿出来。是个什么呀？你刚才说难啊？这个太难了啊！这是啥呀？70，那等一下我没定。70，65。对，他的肩是40。那我觉得70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感觉在70左右。72。72吧。72。好，请裁判把蓝队的物品拿出来。是个什么呀？你刚才说难啊？这是啥呀？是根山药。山药，这么长的山药，这得80了，我觉得。这得80了。哦，八九十，这都90了。90整90。89。真的假的？89。好，89。所以蓝队第二次的误差是17厘米。17。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我能夹住的范围。太长了。